嗨，各位，中秋节快乐！今天要干嘛？今天呢，让他们吃我们哦前几天呢熬夜烘烤的新鲜的鸡肉干哦，因为中秋节呢他们不能吃烤肉，所以呢只好给他们吃肉干的。那从头到尾呢，最忠实的粉丝只有九九了，因为他看到吃的呢，他就一定会站在最前面的。啊，那两只呢，他在外面闻客人的脚。哎呦，等等来，哎呦，给鸡肉干来，直接开课了，哦、这个呢要一片一片小小的这样喂，然后先撕一半，来，谁先？来，先让多多先，哦呦，好吃，来九九来，九，哦呦呦，整块都你的，那大大嘞，来大大，来我折一半，来好，哎呦，哦，感动啊，好吃，来多多嘞，多多，哎呦，好吃，好。慢慢吃，这个蛮薄的哦，我故意切比较薄。哎，我还没讲掉啊，我还没讲完，等一下慢慢来。好，这个我切蛮薄的哦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呢，他们量会比较多，然后吃起来感觉吃很多，但是其实量没有很多，它可以慢慢吃哦，你可以享受那种切很多，然后呢喂很久的那种快感。好，就这样哦，薄薄的一片。然后呢，那个河马就跳上来咬了，哇、哦，好快哦！我的手只剩下口水，迅雷不及掩耳，我的手一眨眼就只剩下口水了。来，多多，等一下啊，多多，慢慢吃啊，大，哎呀，大也是细嚼慢咽的哈、哦，薄薄的，香香的，好吃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快哦，像这样子，我们记住这一秒，下一秒不见了哇！我去，就，我的手。多多，你看多多这样慢慢的咬，这样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我们大也是，你看大，来大大来，啊、哦、大大慢慢的哦，细嚼慢咽，温柔，好不好？温柔，你看多多这样多温柔啊，脖子运动是不是？来，这个蛮好 Q 的，等一下我这个打不开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九九的脖子运动哦，来九九，等一下，等，还没，你小当，超快的，我的手，平常哦，你看平常慢动作呢，科技界的速懒哦，林烧酒先生呢，平常速度是非常慢的，但是呢，只要面对鸡肉干这种攸关于他的吃饭的那个事情呢。你好，我们先这一块给多多哦，然后九九你不能吃太大块哦，这块大块的给大啊，你太棒了，你吃小一点就好。迅雷不及 哦，剩下口水了哦，我觉得我再多喂一点呢，我的手指头可能就不见了。哇，好吃哦，这一块这么大块怎么分啊？这一块这么大块怎么分？好，我们这一块给多多啊，多多，然后呢，这一块。大的厚的这块给大哦，啊你吃小块的就好，来，哎呦，哦哦、好快哦，他速度超快耶，好，再来啊，哎呦，因为我切很薄，所以他们通常咬几口就不见了，哦，所以呢，感觉好像吃很快，其实没有，因为这个很薄，你们来，你们看一下多多，你看这样，多多这样烤，几口就不见了，然后感觉很像在吃饼干一样。因为切薄的关系，你看啊，大来吃给大家看，哦呦，慢慢吃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鳄鱼大神，哦、我们的林烧酒，等，九九，慢一点，一路，哦，平常呢，他是动作非常缓慢的，但是关于吃呢，他是完全没在客气的，他就像鲁夫呢，已经开到五六档的那种层次了，好。这个啊，折一半啊，多多慢慢吃。你看多多，人家多多多优雅，你看人家大多优雅哦，慢慢吃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九九哦，这个不一样哦。对，平台看起来哦很温驯的九九呢，面对吃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他是完全没在客气的哦，体内的所有的霸气都会暴露出来，一瞬间就不见了。哇，真的是最灵活的胖子哦，狗界洪金宝不是烂得虚名了哦。来，给手，来这个来，屁孩，慢慢吃，你看我多慢慢吃多好哦，大慢慢吃哦，多可爱哦。那、啊、我们九九没再客气了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慢慢来，
慢慢来。哎呦，我的球，我的手，我真的觉得我的手呢，可能等一下呢，不小心呢，就直接被磕掉了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看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哇，一瞬间而已，就不见了，一瞬间而已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好，好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慢慢来慢慢来，好，多多多多慢慢吃。哎呦，你看多好，这样多好，对不对？来，啾啾，哎呀，大大慢慢吃。来来，我们看这一只鳄鱼，瞬间，瞬间就不见了。你看，一瞬间就不见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哦，今天还在强调一下，因为中秋节哦，他们不能吃肉，哦，他们不能吃烤肉，所以呢，前几天特地呢熬夜做了鸡肉干给他们吃，哦，所以呢，今天也算是他们中秋节的吃肉时间呐，啊。那晚上部分呢，我们下午等一下预计呢，等一下你看等一下林妈妈已经在载东西了，我们这一块呢，等一下会清空，清空开始，下午就开始烤肉了，哦，我们烤到晚上，烤到明天好了。啊，下午就开始烤了，我们前几天都没烤，今天 一口气全部把它补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把人类的部分晚点解决，我们先把狗狗的部分先解决掉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多多多多你的，好，好，剩一点点哦，好，剩这样一点点，然后我们九九的，哎呦，好快哦，哈哈哈哈，我刚这样拿过来而已，就不见了，直接不见了，好快。好好 ，OK， 好，哎，洋葱，等一下啊，好，洋葱，让开，哎呦哎呦，好好好，慢慢的慢慢的，台北下大雨是不是？我们南部今天呢，中南部呢都是蛮热的，然后这一块就觉得，哦呦哦呦哦呦，哎呦，太快了太快了，哦，来不及反应。来不及反应哦，各位应该很清楚哦，平常在直播散步的时候，这两只呢是活蹦乱跳的，啊，我们九九就是老人式的悠闲散步。但是呢，只要面对到吃这件事情呢，哦，九九的那个就会直接开二档了，哦，直接开二档了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九九你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一块先给，等一下哟，这一块先给大大，好，哦，好，慢慢吃。来，这一块给多多，好，慢慢吃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来，九九你的。这一块给我们的啾啾不见了。哦，你们上一秒看到吗？肉还在我手上，下一秒就不见了。哦，它的速度呢，真的是哦，跟大大多多比起来，这三岁呢，一个九岁的老头呢，跟这两个三岁的呢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，好快啊！好了好了，好，最后一块喽，最后一块喽，最后一块给你们大块的，给你们大块的。然后我先看大，我们先看大大吃，哦。One by one， 好不好？看大大怎么吃完的，好吃对不对？哦，很慢哦。好，那最后一块的多多，多多来，多多你的最后一块给你大块的，来，慢慢吃。我们看一下多多怎么吃。好，多多也是慢慢吃哦。哦，啊，你的九九嘞，那口水滴到整个地上都是。啊，最后一块啊，九九的，好，九九你食量大，好，我给你最大块的，好不好？这么大块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九九怎么吃。没有了，你们没有了，最后一块没有了，好好，没有了，哦，九九慢慢吃，哎呦，哦，最后一块就慢慢吃哦，啊，哦，啊，这边呢，全部都被他们全部嗑光了，哦，已经完全没有了，没有东西了，啊，哦，好，好好，最后就这样了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周遭的吃饭的秀了，哦，也是围着一群好朋友，哦，哈哈，好了，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！哦，我们狗狗的下午的下午茶鸡肉干时间呢，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好，哦，那晚上呢，我们就准备人类的烤肉了，好，哦，就不干你们的事了哈，哦。好，好了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中秋节快乐，拜拜。